新虾林，新虾亮。嘿嘿，欢迎大伙儿准时到。脸脸，嗯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有什么变化？变化？呀，你知道咱家秘密？哎，我今天我就在这个化妆间，这你化妆的时候我就瞅你嘛，我就瞅有点像，那就像不像公主？公主？不像啊！我就喜欢这两个字。那你是说我是像白雪公主，还是人鱼公主，还是花仙子公主？我看你有点像铁扇公主。妖精啊！那个先不用说别的啊，我就问你，一会儿下节目咱们俩吃点什么？跟你吃饭？对呀、啊、丢不起那人。哎，这是什么话呢？这观众朋友们给我评评理哈。你说前两天呢，我就跟着脸脸去一个高级的餐厅吃饭。到餐厅里之后呢，脸脸呢就把人家铺台面的围巾拿起来系在自己脖子上了。酒店经理特别客气，而且特别委婉的想提醒他，先生，那个您来我们饭店是来理发呢，还是刮胡子呀？你看就不理了。嗯，胡子也没有。那什么，你先给我洗个头吧，是吧？
两条蛇肩并肩的走在一块儿，这么慢慢的走。有一条蛇回头问兄弟：“哎，兄弟，我们有毒吗？”这兄弟很无趣的就回头一看：“你问这干啥？”那条蛇说：“老大，我刚刚咬到自己舌头了。”出大事了啊！怎么了？你慢慢说。张小飞啊，竟然参加赛车手比赛得了冠军，啊，太吓人了！这是好事儿啊！哎，赶紧准备一下，就发表一下获奖感言什么的。我就刚一下台呀，得完奖以后，一下子全是记者。张飞先生，张飞先生，这样你看哈，你以前每次参加比赛都是最后一名，这次竟然一举夺冠，你有什么心得吗？你有什么秘诀吗？秘诀我刹车坏了。
天新香料。今儿走了，明个到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这还是这个点儿，不许迟到。好，拜拜。